刚介绍那个早期的金牌搭档，其实最 近年来也有一对是真的是好歌不断。虽然现在应该先听歌，而且又看这个作词作曲的人是到底是什么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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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介绍这位是咱的非常青春、歌声非常的甜蜜，来杜新田。Hello， 大家好。但是八字做代志，伊讲上天是天的锁匙，锁匙打开不好钻。阿妈八字，但是有一张情分相依，因为几十年。不如相思，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相思海，无人伴情，就断了过去，伊甘心付出为何归暝，我爱。那是我回头来看历史，欢迎林俊逸，耶！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为你爱过、恨过，为你付出阮的一切，当初的山盟海誓。今日我煞来离别，我爱你上多，恩恩怨怨，日日合合，这多年，我的心，我的梦，永远拢是你，孤孤单单，困困扰扰的暗暝。你的情，你的人，留下人在你身边。若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面对阮的感情，你打算安怎来收？真心不是爱你的理由，你若放手。我永远是你的朋友，若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面对阮的感情，你打算安怎来收？真心不是爱你的理由，你若放手。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嗨，哇哇哇哇哇！那我叫姚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森哥、碰哥，是碰哥，林俊逸，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现场朋友大家好，我是杜新田。这个画面怪怪的哈，这边应该卡李子深，那边应该卡赵永华，是吧？你到底什么情形？没啦，这是阮去年本来要做演唱会，哦，啊是重新加演的。OK， 啊，结果呢，因为无新闻点嘛，但是下一条讲，我们因为音乐而结合。哦，啊，所以阮就变赵永华跟林俊变成 CP， 其实是无感情的迄个，其实是连带拢无带到阵的结婚，纯粹做广告。个人带个人的出去才到顶啦。嘿，啊我安尼新闻不新闻那些下水，害我赵永华的桃花都被我斩断了。本来很多人在追的。嘿啊，不过阿黑的遐人打算了，咱卖讲卖讲变啊变袂贵。这些人来熬唱歌，嘛都迄个歌写了有够好。哦，拄着好歌啦。啊，拄迄两条歌，你是唱迄个做？无你的金杯。无你的金杯有够好听，讲阿妈，你是讲迄个哪是？那是我回头来啉你的酒吧，来看你的酒。一时都要有假酒呀！来，这两首歌的作曲作词的人来了解哈。哎呦，少年辈作词是许常德，许老师，许常德在那个红人榜里担任评审嘛哈，大家了解哈。但这作曲这人特别介绍尤鸿明，也是歌手啊，身高185，这管这管。哎呦，真正是歌手出道了，要改做创作，写出真侪好听的歌，真的厉害。许常德本来写讲，若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这条歌本来了要钢琴唱的，是本来啦，本来是，可能是二姐不爱唱的关，这我头吼，这个不是啦，其实这故事是安尼，是安尼，一开始是许常德老师呢在写这条歌的时阵，伊是把钢琴当作是要扳回迄个人，哦，哎，伊要写《红英红旗》，这个心情啊，当当时的心情，是，啊后来这个是有这个。二姐有机会，他们唱片公司在签约的时阵，阿甲许常德老师讲，哎，这条歌袂歹听。阿德老师就讲，哎，这是阿丽。对啊，我就是阿丽。哎，难怪很有感觉。哎呀。嗯。也是产量也很多了，许常德的产量非常多元。他一个月一个月哦，差不多要写300首。他从以前到现在有生以来了哈，也差不多弄中不完全统计哦，已经超过2000首啊。哇！有出版跟三顿拢无咧食饭，三顿拢咧写歌了，对。可是他真的很有才华，随时都你看一个人一年要上多少次厕所，每次坐上去就能写，赶紧赶快。无大家都是变数啦，无啦。你的意思讲，伊那门拍开，敢那有变数，你也无房间了。对啦，就是真的非常有才华。是，先播一些金杯嘛，就好听。对，但是大家一定想不到，这首歌呢，当初在发行的时候，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预算的，就是它没有宣传，也没有曝光。对，但是呢，就靠着以玲姐的知名度，依旧是一夕爆红。真的，这首歌很感人。除了你们两个合作播一些金杯，还蛮够经很经典的歌嘛。嘿啊，对。那这两个只是讲在写情批啊，你是做这两条拢写情批啊？你讲我爸陈升老师，你拢有写啊？爱情很情批，拢情批啊！啊，你较早咧上批嘛？哎，对对，我有叫的，我有叫，有叫嘛吼？啊，你有写什么批的歌无？有咯，你只要挂起来寄批来，超值等。我写一个褪色的批，哎呦，我谭诗玲唱的，啊，真正有这首歌，是无红娘，无红娘，那袂教我黄宇啊？不是，喂，所以起码一年够情批吗？够情批。什么？下个十二月够奖杯。哇！一条就是十二月奖杯。哦。什么人肖像？这是挂在。这样有肖像？你在肖像哎？我你唱一下，好不好？奖杯，而且这条歌嘛是黄义凌唱的。嗯。我弄多我好喜欢。安尼啦，其他的观众朋友这么多，这首歌若唱出来，什么人若想到批，你再给我们加一下手嘞，好不好？拍一下谱啊。十二月奖杯来。来，欣赏一下。谢谢。
情配写到落雪，才知已经十二月。一段感情爱到无话，才知你是别人的。缘分无求长短，离别若像风吹，不知阮会飞去底。一通电话安怎解释，听着妈妈的鼓励，伊讲感情不通勉强，付出的就是咱的。春天开的红花，冬天冷风在吹，一切拢是天赐的。心爱的，我无怪你，无怪你，天大的心，好怪的话，伤我伤到遐尼体底。心爱的，我无恨你，无恨你，怨恨的日绝情的批，已经写到遐尼坦白，只是爱。遐尼爱过，不是怨恨，就会当将一切收回。完全不一样，特别的味道。许常德下的书吼，已经把现代的台语歌描写的跟古早歌不太相关。哦，就是耶，太有才华了。哎呀，多怪，什么会？哇，风吹，那个古早时代会用来现代，不赶快的感受。啊，都有这个情怀吼，真正高干。真的真的。我做囡仔，我幼稚园啊，我都看伊舞灯。什么会啦？我粉丝哎。幼稚园。真的呀。伊讲你舞灯奖。你伫幼稚园的时，我真是人啊，得结束的。哎、欸，后来才赶上这次淘汰哦、喔，那好厉害！这个囡仔，我一直做囡仔，我就捌伊啊。真的很小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台语歌好，国语歌好，我感觉现代的词曲创作者已经传承了台湾的精神了。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好像很多华人音乐必须到这一块土地来揉捻的地方，是，这是一个富山母地，那个是福地啊，所以很多人来这边，跟他的磁场摩擦感快哦，情感的释放也不太一样。嗯，你最近专辑都自己创作吗？对，全创作。那还不了，那个时间很多吗？没，那才给他给，你阳光给他给啊。这样讲高雄囡仔，你开玩笑。这块专辑我不是干那改写歌，我搁改制作，我搁改做统筹。你要我这？贵啊爸！太乖了。啊，得我多阿的兴趣得唱歌。是是是。嘿啊，这回嘛是多阿公许常德跟这个游鸿明老师是很棒的创作 partner。我也有很棒的创作 partner， 像这个是严云龙，也是金曲大师。哎呦，对，哎，阿姨两个老师，咱都要讲，哎，许常德跟游鸿明，刚比较颁奖哎，好像有一首国语歌也是很经典，对不对？这两个是国语耶。他们有一首我很喜欢，什么歌？他是裘海正唱的，什么“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哦，对，爱我的人跟我爱的人，基本是对起调了，你这是顺口溜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对啊，没错啊。爱我的人和我愛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不一定哦，不一定啊，不一定哎，对啊，不一定。爱你的不见得是你爱的，对啊。这事实上，李子深爱你，你爱林俊逸，这个意思吗？不一定，有时候你借的钱，对，并不是还钱那个人。来偷钱嘛，不一定是救你耶。对啊，对，来要钱的不一定是我跟他借的人，有时候是法官来要。好复杂，好复杂哦。喂，这不是公共对比啦。好了，这国语歌什么歌名？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在九零年代，那个时候算是女生的那种自我意识开始高涨，是对。那两位老师呢，就一起写了这一首，算是比较代表当时那种都会女子的心声。OK， 对的一首歌，这样。我们可以来听你演唱一下。好好的。那你现在想着谁？想着大家。我必须的。SOP， 我听你。好来，爱我的人和。
我爱的人。好，来来，一起来欣赏。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握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了。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错过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宝贝？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